耶稣把十二使徒带到一边，对他们说：你们要留意，我们现在前往耶路撒冷，先知书上有关人子的记载都要应验，人子将被交在外族人的手里，被他们嘲弄、虐待、唾骂、鞭打和杀害，但第三天他必复活。使徒却一点也不明白，因为这番话的含义是隐藏的，他们听不明白。